大家好，我是郑州中联生活机械有限公司技术部工程师肖飞。站在我右手旁边的是我公司2021年推出来的全新款 CHGL-2.5 自走式花生剪食收获机。2021年我们又在多项进行了升级，下面让我们共同走进它，看看它的改进之处。首先让我们共同看看割台的改进之处。剪食台升级两个安全卡，防止割台偏斜，稳定性更高。下面介绍一下行走清选部分的改进之处。主离合三连带改为四连带，传动效率更高。动力分配轴采用实心轴结构，链轮内孔采用花剑结构，可靠性更高。摘果式左侧侧壁增加观察孔，右前观察孔加大，维修更加便利。摘果式滚筒选装3+2滚筒变速箱，适应不同花生品种种植模式，适应性更强。加强型塞箱更加耐磨耐用。杂鱼主动轴皮带轮加装安全离合器，并加装负载报警装置，避免损坏输入带、脚轮等零部件。杂鱼脚轮新增堵塞报警装置，田间作业更加方便实用。排草风机壳上端改为活动可拆式，方便保养维修。风机叶轮耐磨性进一步提升，延长更换周期。关键部位采用名牌免维护轴承，提高可靠性。下面介绍一下驾驶台驾驶室的改进之处。驾驶室内饰持续升级，密封性更强，舒适度更高。增加北斗导航系统，领先科技，智能化更高。驾驶台改为双支撑，发动机双向减震，水箱双向减震，减少震动传递，驾驶舒适度更高。水箱强制除尘毛刷改为三片，清理能力更加强劲。整车电气系统采用24伏电压，电气元件持续升级，稳定性更高。下面介绍一下果箱草箱的改进之处。果箱草箱增加安全卡，方便维修。排油箱部分增加安全护栏，提高安全性能。我们的导向轮轮胎更改为10.0-75 15.3越野胎，整体更加协调，承载力更强。此外选装封闭边检，行走系统更加可靠，稳定性更强。另外有四驱配置、除尘配置多种选择。整车全新彩贴设计，更加时尚新颖。前梯后爬梯全新设计，实用性更强。